你不着急俺着急。你着急啊？那你那邪门吗？谁做？本人不急，你要让他往上一抬。这几天老爸老妈都开始怀疑我了，怀疑我那个女朋友是不是假的，是不是这次又是忽悠他们的？这几天其实我一直也在紧张，我也很担心我这个女性朋友会不会来。昨天呢，我给那个女性朋友打电话，那个女朋友说，她票已经订好了，订在初九来。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妈妈，省得他们又说我忽悠他们的。我现在告诉爸爸妈妈，看他什么表情。妈，爸，我给你们说个好消息。什么好消息啊？啊？什么好消息？什么好消息啊？啊。前几天你不是老是说我忽悠你们吗？嗯。昨天我跟那个女孩子然后通话了，她说明天也就是初九票已订好了，要来了。来了我欢迎。是的，高兴吗？高兴吧。啊。没有骗你们吧？没有。来了我欢迎。嗯，也就是明天啊，明天啊。怎么到了说怎么算数。到了说算数是吧？嗯。行。嗯，明天我就去接他去，啊。嗯，好的。今天阳光明媚啊，太阳蛮大的，晒得好舒服啊。你看我老妈和我老姨，在这边晒太阳了。老妈，哎，舒服吗？晒太阳？舒服啊，热死头，好你看晒着，可舒服。嗯，这几天嘞，说起来舒服，越来以后越来越暖和了。嗯。哎，对了，喂。啊，啥事啊？那女朋友啥时候来？咦，怎么得一天到晚都操心我这个女朋友的事情啊？那你光说的，那你结了婚都不操心，那你怎么结婚怎么操心？哎呀，你看老爷天天操为我这个事情操心，不要操心是不是？嗯，那你说的不操心会不操心吗？面包会油的，知道吧？嗯。不要着急。你不着急，俺着急。你着啥急啊？那你那邪门吗？谁说本人不急，你要在那往上一抬，都是这样。不要急啊！不要急。你说那个这养老的都是那毛病，那标准。不要急啊！说的不急会不急吗？明天就来了啊！没有骗你们啊！明天来啊！大总在这等着看。但是我告诉你啊、嗯、是女性朋友，现在不是女朋友啊、嗯、你不要误会了啊，不会嗯，但是争取吧，争取看看能不能变成女朋友嘛哈，争取是吧，嗯，你看看老妈和老姨全家人都是为我这个婚姻大事操心的，那可不呀，谁都操心，放心好了啊，面包会有的、嗯、都是这么样宝宝、嗯准备吃饭，饭已经做好了，准备吃饭。